我们是在这边服务茶水跟敷卫，还有包含关怀助念。那今天下午啊，天气转凉了，那也因为这边靠海边，所以风也很大。那我们本来早上准备的茶水，尤其是热饮啊，就是供不应求，所以很感恩下午从金色这边师傅们又准备的本草饮、热开水、热咖啡，包含毛毯，好来温暖家属，还有所有工作人员，让大家能够保暖，也温暖大家的心。好，金丝金色师傅赶紧的提供温热的金丝本草饮，避免家属在身心疲劳、免疫力下降的情况下会受到风寒，要来照顾大家的健康。同时考量到入夜之后啊，气温会变得更冷，还准备了毛毯以及围巾，方方面面周到的着想，让家属们有所后援。